彰化县长王惠美十三号前往嘉义中溪雅区探视陆军第0087梯次作兵的查甫囡仔，以及空军第055梯次作兵的查甫囡仔114个人，受到雅区官兵甲受训的这群查甫囡仔热情的欢迎。我想要去进修，那你就利用这段时间稍微去做一下准备，这样的话你总是会比你的同袍你在起跑点上，这是第一点，你退伍之后要做什么。第二点的话，你要开始啊、哦、这个有几个事情，我们不能保证你在军中不会遇到毒品，但是遇到毒品一定要怎么样，远离。对了，我很开心，县长人很好，县长赞。王馆长赠送部队加菜金，也带予这群做兵的十步囡仔熟悉的餐点，搁开以妈妈的身份吩咐交代这群做兵的十步囡仔，爱把握做兵这段时间训练身体，立定志向，唔通染着毒品，保重身体，快乐做兵，平安退伍。公益频道张华文嘉义采访报道。关怀电台台语配音。